铁又再度发生翻车意外，出轨原因是由于铁轨上的鱼板钢片被撞击。你是赵燕杰的家属吗？前几个月轨道也被破坏了，我怀疑是为了保险金。什么意思？上一班列车经过到下一班火车出轨前后不到30分钟，出轨不是意外吧？我是受害者呢，我真是受害者呢。